他讲我一个人在北京真难为情啊，他也不管，就看人一个个，他逍遥自在的，还是讲他的，用他的那种字典的英文发音，很了不起。后来他在马来西亚，中国人陪他，但是他马来西亚讲完了，他说他要到台湾看我，完了以后呢，他讲完我把他送走啊，我说上师你到台北来退休吧，啊，我说我来供养你，啊，我你看他实在太老了，他说好，我答应你，我会回来的，他说假如我们见不着面了啊，他说我告诉你，我下辈子托生在旧金山一个华侨家里，只有你，我等着你来度我。啊，我将来这个男孩子，这个孩子他没提男女，这个孩子你将来学佛是跟你啊，跟你的。所以这是我一个大心愿。那这段姻缘现在他有15、16岁了。假设他真按照他的说法，15、16岁。15、16岁的话，要学佛要度也快了。对，快了。他说你是我度的你，所以我们好几辈子都是互为师父，互为师父。你就记得旧金山找我。我说我怎么会认得呢？到时候就认得。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啊！对。所以，我这跟这老师们都很有缘。除了苦心学习佛法之外，叶老在海外一直没有间断国学的研究。100年前，我国知识分子打倒传统文化，唯恐不及，孔家店要砸，线装书要扔入茅坑，方块字要废。鲁迅还劝青年不读古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近100年的唾弃颠覆，而身在国外的叶曼先生却始终将国学当作文化经典，希望自己能为传统文化的薪火相续尽一份绵薄之力。他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国成立了文贤书院，通过录音、讲课等等方式，将自己所学的儒道佛文化知识传播给当地人。那现在中国啊，大陆啊，正好又重新兴起一个国学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在恢复书院。啊，这当然很多都是民间行为了。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开始重视国学啊，他们也愿意把自己挣的钱中间拿出一部分来资助这一种复兴国学的一些文化事业。那么，我觉得您来大陆应该是正好逢其时。实在说实在，我成立文贤书院就是为大陆。哎，那时候不敢想象，不敢想象。我说我根本我就。这个都是中年的人啊，而且都相当有根底的。我就叫他们来听我讲。我说我不知哪天就死掉了。我说我这1000卷录音带加上来，我现在继续给你们讲。我说我希望我将来死在这个座位上。不是寿终正寝，而死在座位上。我说到那一天呢，我说我就希望你们听讲的人呢，替我吃佛号。我说我还会成愿再来。我说这个东西让正式的让中国3大文化普及化，13亿中国人都知道。对，我说将来我呢，开头从京都开始，北京开始。这次叶先生回来，对老人家而言就是一个心愿的达成。从北大开始到长江商学院、宗教局等单位的巡讲，更让他感到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结了善果。您在北京这次演讲的时候啊，在长江商学院，这是我们中国现在一个培养很高的商业人才的这么一个机构，讲1命2运3风水，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在长江商学院？这个面对下面的一批的这一种老啊，一些 EMBA 啊，一些大老板们，我都由他们挑，他们就挑了这个题目，啊，然后呢，商学院呢，这是李嘉诚先生的嘛，是吧？对啊，我说1命2运3风水呢，顺6嘴啊，实际是4季阴功5读书。啊，对对对，有那么一句话嘛，对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中举。对。那么现在也不必考试不中计了。我说还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对，这好像啊，表面看好像命定的，对。我说你其实从第二看都是事在人为啊，从运开始就是事在人为。风水你自个儿挑嘛，对，风水也是自己选的。然后四季因公，那这肯定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读书，对，还更要自己做，都靠自己。我说你好像一命来的，只专门谈命。我说不是，不是，嗯。 历经世事沧桑，岁月洗礼，如今93岁高龄的叶老对待生死问题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答案。所以我现在就跟人说，我说我随时随地准备死，但是我每一分每一秒钟我不浪费，尽量利用它，时时可死，步步求生啊。 那么，这也就是过去我听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大概就是这种说法啊。可以这么说，我还不敢啊，因为有时候嗔心动，还是嗔心动，贪心得气，只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心一动的话呢，这个心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 念起你就觉得啊，贪心又起了，嗔念又起了，念起即觉，觉知即无，觉迟了，这东西已经造孽了。对，你要不觉的话，你是造孽了。造孽了，对，你的贪念，那个，所以佛法一点不迷信，佛法是智慧，是智慧，对，你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都是工具啊，要的就是般若。对，六度波罗蜜前5度就是戒我们的贪嗔痴，最后就是一个智慧，就是一个智慧。所以佛说，佛是智信之法，对，绝不迷信。对，现在这是到国内来，这是个新天地了，一个新的场面。这样的话了了我平生夙愿，我一定尽我的全心力。对。 把这10年呢，更仔细、珍惜的把它度过去，不浪费。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90多岁高龄的他，还在做着很多的事情，在为自己很多未了的心愿奔走。比如，要让文贤书院在祖国落地生根。 比如要继续筹集资金，为贫困地区捐献希望小学，等等等等。叶老说，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他希望自己能把预言中的后10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我感觉到啊，我们分析叶老的人生经历和求佛经历，给我们的启发是：人只能自己去努力寻找自己生命的答案，否则。 无论是国学也好，还是佛法也罢，再好的东西，如果它是它，我是我，那么也与我们无干，与人生无用。节目的最后，我们祝福叶老身体健康，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心愿。